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港十大蓝筹屋苑之一的丽港城。丽港城的生活配套十分之完善，屋苑内包括四个停车场、三个商场和两个会所的。事不宜迟，等等我带大家去看看今日的单位。这个是六座的高层 E 单位，实用面积有687尺，客饭厅相当之分明，坐东向南，除了远景、池景之外，还有海景的。加上客厅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对流窗的设计，所以单位入面呢开扬得来，一点都不局促。洗手间呢更加是采用了明次的设计，采光度十足。OK， 今日介绍系咁多，唔想俾贵咗，快啲嚟揾我，拜拜。